2020 B 站跨年晚会艺人报名信息表公开，他们都许下了什么新年愿望？黄雅莉，一个词形容你的2020，猪突猛进。新年愿望，上半年露营，下半年滑雪。刘伯欣，一个词形容你的2020，锱铢必较。新年愿望，不再锱铢必较。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，新年愿望，成为百大 UP 主候选人中唱歌唱得最好听的人中最能吃的快乐仔。说唱新世代，新年愿望，懒惰，希望我变瘦，希望爱我的人都身体健康。于真，希望能创作出一张不错的专辑。沙一听，换条裤子，多写好歌，给爸爸买块表。腾格尔，爱好美食、睡觉、欧洲足球，三个词形容自己的青春：辛苦、艺术、幸运。即日起，42组节目将陆续公布。12月31日晚8点，2020最美的夜哔哩哔哩晚会倾情呈现。